到三级的国家要经过本部的同意才能够出国。国外尤其美国提到说他缺乏重症的医师来台湾做招募那目前来讲我们不鼓励了我们不鼓励这样的情况。那我们上期也有讲过就是说现在到美国现在都是三级嘛那除非是政府有需要在公务上面那我们会让他去那但是在目前来讲是自己是不能去的嘛我们上次已经有这样的规定说到三级的国家要经过本部的同意才能够出国。